据韩国媒体爆料，韩国网球选手全纯宇与女团 Wonder Girls 成员金佑彬在交往5个月后分手。在杭州亚运会上，全纯宇爆冷输球后怒摔球拍，并且拒绝与对手握手。当时事情发生后，韩国网友暴怒，表示简直就是国耻。全纯宇的行为侮辱了韩国体育精神，为此全纯宇被迫道歉，并且删除所有社媒后退网了。但是， 韩国网友不会放过全纯宇，随后开始围攻金佑彬的社媒，要求他与这位暴躁男分手。没想到，这竟然成为了现实。对于全纯宇来说，这届杭州亚运会之旅，至于他本人已经成为噩梦，冠军没拿到，名声彻底毁了，而且还要服兵役。现在，女友也离开了他。